大家好，我是上港小美女，也是你们的小甜心哟。我现在终于到十二了，十二小镇了，哇，走的我两条腿都废了。我要去买冰汽水喝，我要去买冰可乐。哎呀，这个六块哦，六块。啊，两块。这个沙滩也很大，嗯，大浪湾的沙滩也很大，这边看得更大哦。它也能爬到岩石上去。我们每天来这里玩到下午要回去，这边没有酒店给你们住的哦，所以每天来这里玩过之后要坐最后一班车回去哦。